Warte mal.为什么傅博雅要做那种傻事？为什么他要把一切都揽在自己身上？为什么到最后他都不好好保护自己？这都是意外，没有人会想看到这样的结果。也许这对他来说也是一种解脱。早点回去休息吧，出了这样的事情，你最近应该是都没有空了。你明天多睡一会儿，休息一下，如果不舒服的话不接单了。我知道。去吧。电话。Wow, this face is a work of art.你着急找我来，怎么了？西西，嗯，司徒叔，都知道了。知道什么？上次发布会，傅博雅和南宫本来想把你的真实身份公布于世，装着你和贺锦熙资料的文件夹，被司徒叔捡到了。解释一下吧，为什么这么做？既然你知道了，那
莎莎称已在香港关闭20%的门店，转向布局面积市场。以上就是新产品系列的所有运营数据，请顾总过目。所以新系列产品的推出，降低了5.6%是吧？嗯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去忙吧。我用人格担保，西西说的全部都是实话。也就是说，你现在联系不上你母亲，你母亲在真正的贺锦熙那里。嗯。这就是我为什么不敢把这件事情告诉任何人。那你为什么不向老大坦白呢？你不了解贺锦熙，他把妈妈带出国就是为了要挟我。苏伊斯图，我拜托你不要告诉顾西城，等贺锦熙从国外回来，我见到妈妈，我就会把一切告诉他。你不觉得这样做很不公平、很残忍吗？凭什么？够了，你不要再刺激他了，他已经很难了。司徒，我向你保证，等我见到妈妈，我就会一五一十的全部告诉顾西城。到时候，他生我的气，讨厌我，甚至恨我，我都不会有任何怨言。但是在妈妈回来之前，我不能冒险。Steven， 我到了。Steven， 贺锦熙小姐，我是。你变化实在是太大了，我一时没认出来。说吧，突然找我什么事？我就是。听说你出院了，过来看看你。不对，你肯定有事瞒着我。就是在你手术之前，我们一起合伙做的期货生意失败了。失败？什么意思啊？就是钱全赔光了，而且我们还欠银行很多钱。很多是多少？40几万。你当初是怎么答应我的？你说过一定会翻倍的。我真不应该相信你。你现在说什么都已经晚了，而且我的车、我的房已经全部用来抵押了。你自求多福吧。西西，嗯，贺锦熙还没有回来呢，说不定事情还有转机啊。你也别太担心了啊。我明白，你不用安慰我了。你还是回去好好和司徒聊一下吧，不要因为我的事情让你们产生什么误会，或者关系变得不好，那我会后悔一辈子的。虽然他这个人平时看起来不太靠谱，但是在大事面前他是拿得很准的，这件事情他绝对不会说出去的。嗯。至于我们之间，
你放心，我会和他好好聊聊的。好了，快回去吧，别让他久等了。西西回去了，让你帮忙瞒着顾西城，真是难为你了。谢谢啊。我知道你答应过的事情一定不会反悔，你现在只是过不了你心里那一关。啊？你还记得我说过吗？两个人在一起。最重要的是什么？真诚和信任。对，一开始觉得你有事儿，可能是因为和苏妍希吧。我理解你这么做，但是这件事情实在是太严重了，我需要时间好好想一想，我该怎么在老大面前装作什么都不知道。我也该好好想想。我怎么面对你。我明白，毕竟顾西城是你最好的朋友嘛，不知道怎么面对他也很正常。要不然这几天我们都好好想一想，接下来该怎么办，我们都冷静一下，暂时先别见面了。啊！锦溪，你不是说简单的做个修复吗？怎么整张脸都……别说了，我刚问过医生了，手术很成功，没有任何排异反应，明天你可以出院了。锦溪啊，你到底都发生了什么也不告诉我，妈妈很担心你啊。这些年我一直都是一个人自己照顾自己，早就已经习惯了，不需要你的担心。我想和妍希联系一下，和她说说话，可以吗？我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？我一直都在跟她联系。你的心里只有苏妍希，这么多年来，不是一直都是这样。行了，你先好好休息吧。明天我来给你安排住院。
苏妍希，想不到你还挺有本事的，南宫。 有几句话，我想和你说。我们要走了。我想带着博雅的遗愿，回到最初我们相遇的地方。南宫，我应该会在那里待很久吧。 可能不会再回来了，我不想再跟西城单独告别，所以，请你帮我跟他说一声再见。当初我是做了让他不愉快的选择，但那时候我以为，我在国外读了出色的学位，获得了出色的工作，就有资格站在他身边。 就能成为和他一起经营花园的人，但是我错了，我忘记了，这个世界上一切东西都可以计算，但唯独人心和爱情是无法计算的。我已经辜负了博雅的爱，不想后半辈子还纠缠在这得不到的爱情里面。 不然，就太对不起离开的博雅了。我会替你转告西城的。南宫，如果你已经选择离开，我希望将来你能重新找回你自己，照顾好自己。我相信，博雅也一定会希望。 你能过上幸福的生活，谢谢。我也希望你和西城能够克服一切阻碍，珍惜彼此。所以，你已经知道我是谁了，对吗？你是谁，又或者不是谁，对于我而言。 都没有什么意义了。还有，我也想为我之前因为冲动对你做了一些傻事，向你说声抱歉。我要走了，也祝你幸福。 再见。怎么了？ 挺好的，有心事记得要和我说。西城，我好害怕说出真相，你会离开我。真的没有，顾总，吃饭。
西西，帮我把茶包拿过来。西西，我要的是茶包。 不是糖宝，我没看清，我去换。到底怎么了？没有呀。我看得出来，你这几天魂不守舍的，眼里面全是心事。 你是还在想傅博雅的事情吗？虽然他离开了，我也很遗憾。但人生中有很多事情都是我们无法控制的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坚守好自己的内心，爱护好身边的人，珍惜好生命中的每一天。博雅和南宫，他们虽然做了很多错事，但他们并不坏。 我也会一直记得有这个朋友。可是西城，如果有一天我做错了什么事情，你会原谅我吗？没有说过。不管你做了什么，错了什么，我都会一切如初。爱你，宠你。 相爱不仅仅是两个字，是我的心和你的一切。西城，你太好了。哦，对了，我刚好有工作上的事情。 想请你帮忙。你看，这是花颜新产品系列上市之后的销量数据，本来以为设计了研发方向，再加上你的设计方案，预期销售应该还不错，但是返回来的数据却离我和司徒预估的差了一大截。好像是有点问题。你有办法吗？ 我有，就在前面。我以前线上调查前经常会去的化妆品综合门店。你确定你可以？ 性价比受到了大众的认可，所以呢，要朝着这种品类、生产、销售，才有可能销量冲高，大份额的占领市场呢。想不到你对产品这么有心得，所以现在是不是觉得捡到宝啦？
用笔记会不会太慢啊？等我拍个照。不能拍照，会有声音呢。喂，这位顾客，你们在干什么？快走啊！快快快，这里不能拍照的。顾客，店长，快快快，拦住他们！拦住！如果明天会是好天气，如果下的那一只棒晶，说不定我明天就约你一起去走走走走。街上三个行人穿花裙，缤纷的色彩像你的眼睛。谢谢，你去那边等我一下，我很快就过来。去吧。如果雨后出现了彩虹，如果绿灯在每个路口，也许你早就在那等我。西城看到的是两杯，应该不会难受了吧？不过，天下第一漂亮可爱的小姐姐，来过来，是谁叫你这么说的呀？天下第一帅气可爱的哥哥，哥哥让我交给姐姐的啊，谢谢你。顾西城先生，你笑什么？我邀请你参加两个人的晚宴，但没想到西西小姐这么郑重啊。顾先生郑重邀请，我当然要郑重出席啦。不好看吗？特别好看。坐。西城，你的偶数强迫症不算完全治愈，但是为了你，我会努力克服的。我知道你一定可以的。是因为有你在我身边，所以啊，我们要约定好，在未来的时光里面，不管发生任何事情，我们都一直在一起，
一直不分开，好吗？西城，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，我是相信你的。不管以后发生什么，我们都要彼此信任，彼此依靠。这个东西，我想送给你。这是什么？我知道你很喜欢汉服的妆容，我也很喜欢看你穿汉服的样子，所以我特意找人定做了这枚玉簪，用它来代表我们之间最纯洁的爱情。谢谢，我爱你。承认了吧，我就是还会忍不住牵挂。我帮你把它戴上吧。别告诉他，可眼神难说谎。时间能回答我的愿望吗？也许失眠是心动的代价，你知道呀，我确实不会说什么情话，种一朵花，西城，等它慢慢发芽。明明要出发，却又放不下，背叛自己是心动的代价。You are my dream， 也懂我的心，人海中穿行，只有你的使命。You are my dream， 走到这里，只差一句你也愿意。所以你跟他不联系之后，依旧会想念他，会焦虑，会难过，是吗？是，有的时候我自己会跟自己生气。其实我觉得他没做错什么。司徒先生，我觉得你以后不需要再来我这里咨询了。啊？你现在所有的情感反应都很合理，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为爱情烦恼的男人。你是说我的亲密关系障碍完全好了？是的。不过我们这里呢，也有关于恋爱的咨询，如果你有需要的话，也可以尝试。贺锦熙。西西，我看你现在过得很不错嘛。你在哪儿？妈妈呢？妈妈对你来说还重要吗？我看你现在过得乐不思蜀的样子，都快把我们忘了吧。贺锦熙，有什么话我们当面说。你确定你敢跟我当面聊吗？只要我出现的地方，你就会失去一切。苏妍希，怎么不认识了？
苏妍希，何锦溪，你的脸。